又要出发了，今天腰痛加剧了，现在走路整个人都是弯着腰。上午去附近的中医院让我住在那儿了，现在我拉着房车过去，然后就住在中医院了。我说我的腰变形了，我的腰变形了。这里真的很漂亮，但是我要走了，昨天就住在这个房间里，100块钱，哎，真划算。小花花你别拽我啊，我也不行了。九寨沟今天天气特别好，这里全部都是这种民宿，有吃有喝的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就在这看这家啊，窗户都给你开着呢，阳台都给你打开了。我的腰真的很疼啊，小花花，你不要乱跑，你不要让我多事了啊，回去睡觉去啊，我走了。我现在在中医院去住下来了，今天车就停在中医院了，小花花负责看车。我去，现在真的好难，我连自己都照顾不来了，车里面还有一个小花花，怎么办呀？一直在吃退烧药，昨天在发烧。腰椎还是有问题啊，椎间盘中央型的。椎间盘怎么了？椎间盘突出了，而且是中央型的。中央型突出？中央型的突出。说说你的腰四五突出重吗？我看你的，你这个腰三四也有问题，腰四五也有问题，腰底有点膨出，但腰最重的应该是腰四五。你看这，我现在就完全躺着不要动就完了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，哎，走呗。腰椎，陈老师开的一个吗？手术医生负责做，就手术医生负责做。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七哥问你们请个假，入院4周，就是卧床的那种。这4周时间呢，没办法做更新了。本来我很努力，一天想做2个，可是现在不行了。还有我的小花花，交多少钱？3000。啊，支付宝吧，我。你给你啊。啊。来花。花。这个是他零食，你没事就喂他吃一个。啊。就是。下来拿自己的被子枕头，然后背了一包吃的东西。又到了我最讨厌的签字环节了，谁能帮我签个字呢？我去把小花花拉上来，让他扣个爪子印吧。最讨厌这个签字。